靠近的所在啊？这敢真正是总务部办公室？不可能啊！嘿，你之前那蜘蛛丝、乱七八糟的物件是去倒位啊？整理好清气，嘛才有好心情上班啊！嚯，会看这个办事，伟哥，你是不是已经准备好要功夫进店啊？就亲像你之前在餐厅无闲安尼啊，是嘛？你要带你啊规个总务部，东山再起，中辉集团的中心，然后啊，手抓重权，对吧？我唔对，我要做董事长。水哦，就是等你这句话啦。我过今日看你规个人气势，完全无共款。那呢，你要安怎开始啊？当然是为人开始。人？什么人啊？我要对付一个人，就是狗。阮爸捌甲我教过，伊讲一间公司上重要的部分就是人。不管一间公司的制度有偌好 ，SOP 有偌详细，只要要去做的拢是人，人就是员工。虽然我之前伫餐饮部做甲算袂歹，啊，不过迄个时阵我哪像迄个无啥了解，要安怎做一个好的员工，所以我拍算要重新开始，好好去思考这个部分。不过，你拄只是讲你要做董事长诶？一个员工诶价值，毋是伫即位诶大小，是在伊敢有好好啊做伊应该做诶工作。只要你有甲你诶责任做落好，就算你今仔日只是一个扫便所诶，你诶价值甲董事长袂大。我拄仔去病院看爸，顺便去买一碗烧汤倒来做做宵夜。哥，要做伙啉无？这是我伫病院对面已经买，我看你空包搁啉酒会伤胃啦，拄好啉些汤，加些酒，趁少啉。哥，你哪样病？是惊有毒啊？那咧，咱交换啦。我先加这汤伤烧，等较冷的。我会啉。我本来个动作，你做董事长了后，会像许古早皇帝同款，连食食饭哦，拢会惊恐下毒。安那无代志，我拢啉啊。你既然遮尼思念爸，思念甲爱啉酒，为什么无要去病院看伊啊？哦，你嘛较细腻，你是咧想啥？